木的形状一样，它在下面有洞哎，所以它可以叠在一起哦。好，我们来玩玩看吧。好，这个是橡皮擦，这是米奇，还有米奇的脸哦。然后上面有四个洞，像方块一样，下面也有三个，也有四个洞哦。它像这样子，可以斗起来，可以叠高高哦。下一个是米妮，它上面多了蝴蝶结，还有睫毛哦。像这每个形状都是一样的哦。白色的这个是戴斯，还有粉红色的蝴蝶结，还有害羞的粉红色的眼袋。蓝色这个是史迪奇，史迪奇看起来好像机器人。对啊，不知道为什么，因为嘴巴是长长的关系吗？下一个是绿色，噔噔，三眼怪，它有三个眼睛哦。那我们把它们来玩叠叠乐好不好？啊，我们的妈妈来比赛，我知道怎么比赛，我是这里。它一盒里面有好多个橡皮擦，它除了可以写功课啊，写错可以拿来当橡皮擦擦之外，还可以拿来玩积木哦。那我也舍不得把它拿来当橡皮擦呢。当然了，我也舍不得，因为我觉得它好可爱。这些你们看看，你们有几个？我有15个，16个。那没关系，你们这个。好像合体哦。对，合体。等一下。我要叠高高，我一定会输的。好，我变骨头了。骨头。小狗，嗯。谁要当小狗？好吧，没有人要当小狗，那我再继续斗吧。我要做101，我有跟妈妈说过，我要买一个101给妈妈。模型比较快。可是也没办法。我好少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我8个。8个、哦？你才8个而已，我这样可以吗？我才15个而已嘞，我才8个，你们加起来还16个嘞。妈妈跌到多高一点？你知道吗？其实它好像有点，妈妈下面已经要打开了，你看下面像不像脚？妈妈借我一下。哦，我包它好快断了。妈妈，我想要一颗耶。你想要哪一颗？我要在下面的。拿走啊！啊，太好了。你可以扶着它，扶着它抖。好，你好断掉了。一次多弄好几个，然后一次斗上去好像比较快。等我一下，姐姐你活动。哎，好像不行了，姐姐。不是，它会倒啊。好，姐姐扶。好像很高嘞。怎么好像死了、啊？今天的子木字母积木橡皮擦好玩吗？好玩。它可以拿来擦，也可以玩玩游戏哦。喜欢的人可以去找找看。最后跟大家说什么？